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画面。那些年哦，中华小将他们打出来的不只是世界冠军哦，也把所有人想要追求梦想的心全部都打出来了。吴姬，来来来，张排长，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的，有电视真的好好看，而且啊，广告里面每个东西我都好想买。想买那要有钱呢、啊哦、但是赚钱、啊、现在不赚就来不及了。那要去哪里、啊、工厂啊。会不会很远？不不，很近很近，来走走走。哦，走走，很近的，很近啊。就我家，家庭就是工厂。哦，你看我老婆就是工厂的女工啊，厂长，厂长。现在我们做的是那塑胶花。嗯，那这一朵可以赚多少钱啊？十朵一块啊。这么少啊？积少成多，够吗？哦。做这个手工赚钱买给你吃。不再去买新衣服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把那些钱都省下来。哦，哎，姑姑妻嘞，好久没看她来。她今天放假，她只要一赚到钱就跑去买东西呀、啊。你看，我们去做这塑胶画，做到手软，她是买东西啊，买到手软。老公辛苦了。走着上吊，大路马子，笑也有人哄。走着上吊。爸爸在装这个灯泡，这赚的钱比较多、啊、我把它存起来，让你出国读书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爸爸。苹果西呀，苹果西呀，天然好口味。苹果西呀，有人有心，天然亲切好口味。大家爱喝苹果西呀。哎，我每个月有奖金哦。哎，你看人家有没有加薪哎？我在一个月就可以买房子了。带去欣赏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有什么好看？哇、哦，上面没有红绿灯，可以一路开到底。现在国小毕业旅行都去欣赏高速公路哦。哎呦，那我们去我们的野狼去就好了。野狼不能上高速公路，全世界高速公路都一样，有摩托车上去，车就开不快，我们怎么欣赏风景呢？哦。